联名卡大战落幕，新展并花期完成。那么国内的信用卡的市场版图大致底定。那么根据呢最新七月份信用卡业务统计，国泰世华银行流通卡数、有效卡数是第一大。那么中国信托是以千账金额夺下冠军。但是八月份哦，国泰世华 Costco 联名卡失效，改由台北富邦发卡。那么搜狗联名卡也已经停卡了，这也使得发卡的排名大洗牌。预期呢，这个中信银八月渴望成为有效卡数、流通卡数以及千账金额三冠王，北富银也将挤下玉山银行，成为第三大发卡银行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